我上網去揾嘅，咁都比較過好多間公司，咁誒覺得你裝修都幾好，即係嗰個款式啊幾好，同埋咧有3年保用嚇，咁都幾滿意，咁所以揾你哋公司。裝修緊嗰時候有咩改動啊？可以即時幫我跟到，可以要即係我要求嗰啲又可以做到足，咁整好咗之後咧又可以再幫我跟進翻有啲咩未做好嘅可以。再跟好啲嚇。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，正好表達香港大部分樓房嘅狀況。要令有限嘅空間變出無限嘅可能，我相信設計情報中心嘅設計師可以幫到大家。首先考一考大家。要收埋一棵树就收喺森林度，如果要收喺个雪柜咧，冇错啦，就系收喺个柜入边啦。大家一齐睇下设计师系点样收起个雪柜啦。原来设计师就喺呢度做咗个暗柜，收埋咗个雪柜。设计师为咗配合户主嘅需要，就将啲家私同柜融合，入型入格，成个感觉就好整齐，仲增加咗好多嘅储物空间。组合柜墙就用咗杏色嘅几何图案去做装饰。再配合埋银色长尾嘅柜柄，成个设计简约而不失柜丽。而客厅另一套嘅组合柜，底部就收埋咗张凳仔。柳纹嘅把手设计就好似珠宝首饰，尽显雅致。大厅嘅吊灯以花嘅外形做设计，以多条嘅弹弓环绕，充满艺术嘅气息。成个客厅就带出咗清新淡雅嘅感觉。个设施又几好。即係幾有盡責嘅，就算我諗起突然間諗起啲乜嘢咧，我夜晚打俾佢咧，佢都聽我講，同埋有照我意思去做，咁啊佢好盡責。至於主人房，設計師就以地台去增加收納空間，再嚟細心欣賞下啲梯級，每一層嘅梯級配上淺淺嘅黃光，喺唔破壞美感之餘，更加瞬間散發出華麗嘅感覺。喺潔白嘅牆身上面。用咗薰衣草色嘅几何图案同埋水晶石去做装饰，淡雅脱俗，成个空间豁然开朗，和谐舒适，相信户主都好满意成个作品啦。我哋班工程嗰啲团队咧，又好有手尾，又即系就整好污糟咗啊，佢又好有心机咁样帮我清洁翻啊，有啲咩嘢就。執翻好曬，就好有手尾，同埋即係好細心咁去整翻乾淨間屋啲地方啊，咁嗰樣嘢咯，都幾好。第時有啲親戚需要介紹去裝修咧，我都會介紹呢間設計情報中心俾我啲親戚去做裝修嘅，咁我咧對佢都好滿意。Bye.